我们这条小胡同雅称小井，它古老而又破败。胡同腰部是一片长方形的小空场，太平年间每逢冬夜，卖老豆腐的，卖灌肠的，哪个做小买卖的走进小井，都不得不在这儿撂撂挑子，吆喝几声呢。到了夏天，空场上这棵老椿树可给老街坊们造了福喽。他那大伞似的身板儿，撒下那么大片的树荫苗儿。大都是贫苦的下层市民。故事发生在民国38年的冬天，解放军围困北平的大炮已然能飞过护城河而炸掉祈年殿的一角，小井的老街坊们就在这个背景下迎来了腊月23。可谁还有心思过小年呢？穷人们的心里有一股说不清的滋味，苦日子总该熬到头了吧。他们盼着八路军快点进城，但又最好别动枪动炮的。北平是古都啊。这孙子，刘大哥，您还不知道呢。这八路军怕负责义压不住茬子，叫他打开西直门，派两个纵队进城，归负责义指挥。你看人家多仁义呀！说的是呢。那负责义呢？那负责义能含糊吗？这回动真格的了，把208师给。老何，杨半仙，吴军长，怎么着？不测字了，杜军长，您圣明，这年头啊，阔主不信，命信这个大头美钞，可穷主呢，怎么兜里蹦子儿没有？刘大哥，刘大哥，您呐、啊，照顾照顾我，来张年画吧，杨六清的地道的味抹子，你瞧这张，庆乐丰年，庆乐丰年，咱们满肚子都是豆腐渣呀！哎呀，刘大哥，刘大哥，您呐、啊，再瞧瞧这张，他骑骏马，我骑驴。您瞧这小驴腿儿，这肉多瓷实，我怎么琢磨着它也不够我吃一顿。哎呦，刘大哥，刘大哥，您呐，您请一张灶王爷吧。哟、哦，您没瞅见我这张还没送走呢，咱们是年年请，年年送，咱不就是为了让他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呢？我刘家祥没干过缺德的事儿，我怎么混得如今连份灶王爷我都请不起了？您猜我今儿上哪儿了？上哪儿了？我上了趟北海。啊？我捡洋面去了。什么？我是盼着他空头不准，要是飘过来两袋洋面多好。刘大哥，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您还有心思打哈哈啊？
你快来看，有在大街上祭灶的吗？你是必得出点幺蛾子，叫我说你什么好？你没听见打炮？房子塌了砸死我。八路军的炮弹长眼睛，不炸穷人。刘嫂，哎，您这是上老道庙，哎，给我们小结实许个愿。哼，你这不是出幺蛾子，这小结实不是咱们自个儿生的，人家命不像咱们刘家人这么不济。这大腊月的，我不给你拌嘴玩。吴巡长，您知道，这孩子啊，没爹没妈，我瞧着心里头难受。愣说人爹妈是八路军。亏了你从监狱里头把孩子抱出来搁在胡同口了。要不刘嫂，刘嫂别介呀。好妹，这不是要我吃饭的家伙吗？您瞧我这嘴。嘿，得，我这好点正经事儿，盯着头丁局长的老太太办五十大寿，我得送帖子。哟，都什么节骨眼了还办五十大寿？他妈临走了抱村还得再搂一把，打大街上啊找个老太太，弄得家里呢硬叫他妈办五十大寿。什么事儿？您说这大杂院一撒帖子，谁敢不出份子？谁敢呢？哎，这做蜡的事儿啊都是我的呀。什么？吴县长啊，我们可不是跟您过不去。找你的茬。哎，你不准备点草节料豆啊，那神马吃什么呀？铁子，你长得灶王爷跟你似的呢，上哪撸腿儿啊？行了，快去吧。哦，走，早点回来。哦，啊，大哥。哎，刘大哥，哎，您给我听着一下，我们小妮在炕上躺着呢，我趁着擦黑把她接回来，省得人家瞅见。您去吧。刘哥，哎，您这是？哦，他是。哦，也好，省得老想着六嫂子心里难受。哎，六哥，哎，我看咱们找点人，弄点响气，咱们也热闹热闹。哎，大哥，你别喊着我了，领个从良的还知道？那怎么着也得让老街坊接接他不是？甭接他也来，论说呢，是我个远房的表妹。您二位都见过，就图我人老实，非跟我不可，认头。六哥，您这也叫走了一步桃花运呐。吴巡长，您这不是打我脸吗？哎，您说我们这家子可招谁惹谁了？好好的捋着台根开个小袜子铺，上边一句话修飞机场拆房，就我们小妮他妈那脾气瞒不了您二位，是沾火就着。这不临了临了，房也拆了，人也急死了。六哥呀，您看我又招您心里难受了。不是那么说，吴巡长，您说就凭我许六，小妮他妈死了还不到俩月，我就从那地方接个从良的，我不是人。这可是我们小妮太小了，您也受累。哎，这家家都有一本难唱的曲儿啊。得，我还得送帖子。哎哎哎，慢着点。我热得了。对对，老太太，您桌上我桌上，三十六拜都拜的差您这一哆嗦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一个当老妈子也用不着这么打扮呢。实话说了呗，请您去啊，借您这人使使。借？这还不明白？没见吴巡长四处撒骗子，丁局长明儿的飞机票要给他们老太太办五十大寿，可还缺这么个老太太。哦，感情是让我上丁家给他们当老太太去。哎，要不怎么说您有造化呢？这全北平城有这么便宜劲儿没有，就看上您这气色好了，穷透着这么股子豪横劲儿。谁不知道当年程二爷跟燕子李三学过武术，杀破济贫，想当年程二爷活着那会儿，哎，对对对，您也没走。您呢，先去享半天清福，完了事儿，咱们娘俩二一天个五，衣裳归我，瞅见没有，这首饰全是您的。老太太可不这么下三滥，给丁大头当妈去，我要有他这种缺德儿子，一落槽我就把他掐死。怎么着？给你脸还不要脸？知道没有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你跟你爸爸一路货，拐卖人口，私设。我告诉你，我爸爸老逼我七品，官居刑慎司，专往紫禁城输送太监。
就你给丁大头当妈了？呸！你没这命。妈的，腾凤山一个臭开电车的，还敢领着工人闹事儿？我实话说了吧，是壁虎，一个名片绑摇铲。好小子，闹归齐，是你打的黑枪啊！怎么着，跟着走一趟吧。好家，你个娘们的，真敢跟我动劲，找死你！有顺三儿。三爷，你还认识我？哪能不认识？这条水道是您的，是西。怎么着？我骂你两句。哎呦，别介，您一开骂四六连长短句，三天三宿不带重样的，我呛不住您了。进来，我踢你两腿。别介呀，您是腾凤山的真传，您那腿跟铁棍子似的，谁不知道金钩马呀？我直不你一踢，抽，自个儿抽自个儿嘴巴啊！哎，是。师娘，您别生气，他是个畜类。师娘，您这么饶事情给人家当老妈子去，多业障啊！我起小就没娘，师父救过我的命，我养着您呐。师嫂，您给我照应着点，我这就回来啊。嘉祥，嘉祥，师娘啊，怎么听说您的室友又下来了？啊，来吧，回家了。哎，师娘跟着我。你那还拉着一帮孩子，眼下这老街坊们穷的连水钱都快挤不出来了，我看着都想哭。嘉祥，你也闲了两多月了，还闹着停孩子，也不够嚼棍啊。那这么着吧，我跟着三儿。哎，行，三哥，就让师娘先跟着您吧。你甭管了，我什么时候日子过好了，我让二妞去接您去。哎呦，我得迎迎凤珍去了。他干什么去了？他上老道庙了。哎呦，哎，二妞快跑！二妞，快过来！二妞，这打着没有啊？老霍啊，可别惹他们了，人家那是正德和邵掌柜的，家里都开着金店呢。谁惹他们了？拿你刚才，八脸大哥，你的嘴让他们给打破了，都怨我。不碍事的，不破了吧？二舅哥，哎，三大爷，家里没人，快回去。哎，八脸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才给我画那小灯笼啊？老没空啊。二妞，你是乖孩子呀，你瞧孩子们拿点钱来上我这好歹一转，要是转上个灯笼凤凰舞的，不得要我好些个糖吗？我这一天就如同白干，我就得挨饿呀。二妞，你有妈，我谁都没有，那谁疼我呀？二妞疼我。哎，二妞，别，哎，我还能好会捡的，拿回家去捡呢。听话，八脸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吃顿饱饭呢？你听城外头不是一个劲儿打炮吗？八路军进城，咱们全就能吃饱饭了。真的？年头世界改改了，啊，街面就是饭抢的，这不是吗？卖白薯的黄大爷让我给他编个铁罩子。哎，对了，他还给了我两块烤白薯的，给你一块。甜吗？二妞，二妞啊，吃什么呢？白薯，白薯。哎，你给我！哎，你干什么你？你给我！你给我！你给吧！你说你那么大个人，你抢孩子口吃的？我不要脸！你给我！二妞，二妞，你别哭！二妞，别哭！二妞，你吃我这块。拿着，别哭了。哎，二妞，你瞧，我这有烟盒，来，我给你递烟盒好不好？不在
旌旗年长啊，还有喊的名字，年长有一个宋老三，两口子在大雁，一辈子那个无忧，又和杨半仙。和小环子，嘿，你猜我今儿上哪儿了？都一处马莲肉、晾肉面筋、三鲜烧麦，嘿，那东西地道，我他妈憋了多少天了？就您这身打扮，啊，哎，我借了件褂子，罗老飞，美国夹克怎么样？这年头你还没看出来呀、啊？先落个好下水再说，靠他们卖假药连豆汁儿都喝不上。哎，都一处老字号，姥姥连醋壶都是景德镇的。干嘛干嘛，你打算让我干到哪个地方去拿钱去啊？这八路军快进城了，你没听说呀？改朝换代那不都得乐呵乐呵啊？甭那么认识钱啊，这是正经的赵谷卓。赵谷卓，嗯，哎，有你这样的赵谷卓吗？怎么了？吃饱了饭撂下饭碗抹吧抹吧嘴菜屁股就走了。哦，连走嘛，你揣走了俺一把醋壶，也走了俺一把筷子。得了兄弟，今儿个呀算你请我，赶明我请你，怎么样？行，信不过我不是？来来来，拿着这盒人参，哎，您这收购官真好，还还还人参了，芹菜疙瘩、小菜根儿，把你给我拿过来，别干别，你干干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算我们掌柜的当妹吧，这他妈傻小子，嘿嘿嘿嘿，坐下坐下啊。得今儿啊我有学一招，去去去去，二妞二妞，哎爸你妈回来了，刘大哥，哎呦七哥，你怎么撒铁子还带卖袜子呀？就那一回来，刘婶再干不是人养的，一帮大兵给龙仙铺抢了，我捡了两大袜子，说像二孙子呀，这都是穷姐呀。刘嫂，哎，孩子事办完了，我瞅那老道许是饿迷糊了，在我们小街上脑袋上摸了摸，刚赐个法名叫僧宝，就给我们打发回来的。嗨，糊弄人！哎呦，这小结实都长这么高了啊！刘嫂，您先忙着。哎哎，切切，别走啊！我说您这胆儿可真够大，您是吃着碗里的，还看着锅里的。哎，您把小结实搁胡同口那阵儿，他大概也就两三岁吧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、啊！就冲这孩子，那不得有点意思吗？哎，对吧，刘大婶？小环子，嗯，就打俺是这么回事儿。有能耐你施展呢。啊，我是蹦子儿没有。你小子逮着个缝儿都下去，阎王爷要不是打盹儿，不会给你拼了张人皮。走走，我说。咱可都是久在街面上混的主啊，但分有辙呀，我可不办绝活事。这么着，你先来双袜子穿，怎么样？哎哎哎，刘德叔，这回瞧您的了。哟，你瞧我什么呀？这么着，明儿晌午您管我点炸酱面吃，怎么样？嗯，你再不济，您给弄包花生仁儿啊。我家里有两包耗子药，够你吃一袋的吧？什么耗子药？你这刘德叔真逗。啊，撞那啥呢？房里头，房里头，老总。哎呀，你说嘿，我又他妈上趟茅房嘿，就弄你爹走了，你说他妈什么事儿？我赶紧家去吧，回家啊，回家。来来，三少爷，你迈门槛儿啊。马爷，您这领我上哪儿去啊？啊，上你老姑奶奶家呀。您冤我，您是领我上堂根儿。马爷，马爷，哎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哪有主子给奴才下跪的呀？马爷，当着外人，我是个少爷，
可关起门来，我是最下等的奴才。哎、别这么说，大爷，就你一个人对我好，你跟我说，他们干嘛要弄死我呀？我全都告诉你了、嗯、那是七年前魏秃子把你从苏州买到魏家的那一天，那不是大摆宴席撒开了吃了一顿，你还记得这档子事儿吗？哦，魏秃子跟客人们说你是他的老儿子、嗯、刚从苏州接来，客人们当中有一个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，吃着饭魏秃子就把你在保险公司保了险，月金是50000，到你魏秃子这个老王八蛋后天坐飞机就跑了，他们饿了你3天了，今儿晚上就让我把你弄到堂根儿，就是用这块槽子高了，你一死他们明天就去找保险公司，你明白了吗？大爷，大爷，你救救我吧，大爷。孩子，这点钱哥你拿着啊，走，赶快走。大爷，这您呢？你不用管我，我马德清半截入土的人了，又没个家小，日后你要有个出头之日惦记着回来看看。走吧，不走吧，您就是我的亲爸爸。孩子，快走，快走。黑小子白小子跟妈回家吃饺子，黑小子白小子跟哎呦，我说今儿刚解释啊，叫孩子都3:00晚上别大街的给人添堵啊，佳琪，我这不是先练练吗，这德行、嗯，这年头能有孩子，鸡都他妈不下蛋。命，你们老石家上辈子指不定谁干了缺德事儿了，这辈子让你当绝活。行，哎，自打破门我就说这院晦气，赶明许六再弄个从良的姚姐来，叫什么春喜，冲喜吧，有喜得让他给我冲了、啊、你磨叨磨叨。我不比你烦呐、啊，成天家修飞机场挖战壕，这心都滴了的嗓子眼儿生了，他妈开粮店眼看着就得吃豆腐渣。师叔师婶儿，怎么爷们儿啊，昨儿我满世界找你，你上哪儿了？嗨，我们这队伍啊又换防了啊。又换防了啊。哎，我说啊，小丽边回柜上了不？哦，丽边，丽边，怎么？哎，师娘叫师傅叫。哎呦，师哥来了，你怎么还在家的磨蹭啊？是我们收拾收拾那小屋吗？刚才呀、啊啊，我听你师哥说了啊，他们队伍又换防了，又换防了、啊。看这个劲头啊，这个他一时半会儿进不了城吗？你赶紧回柜上盯住了。他就是给一车金豆子，那点杂货面也不能出手。好嘞，师叔啊，这八路军马上要进城了。你说什么？邓宝山、张东旭从西着门出城了。张东旭呢？就是燕京大学的教授，眼下是傅作义的代表。哎。九儿啊，嗯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咱陈九龄向来说话嘴对着心，我今儿冤过您呐。嗯，是，那是。哎呀，九儿，这是真的。哎呦，真的。掌柜的，您放心，我听说呀，那八路军不欺负老百姓，还保护工商业。这么着，
柜上的事儿我先给您盯着点，有什么事儿再上家叫您来。得，那就受累了。那我先去了啊。哎，师娘，哎，您去走啊，师哥。哎，里边里边。哎，师傅，拿去，您拿去。这柜上的事儿，我就托付给您了。您放心啊，我去了，走啊，师娘。哎，弟子，小心点。好，您放心，您回去。哎，师叔啊，您来。哎，上回买的那包米呀、啊，啊，您发票的钱数开多了，您瞧瞧。嗨，那个呀。是给你留点唠的。什么我啊，我可不要，咱陈九龄嘿走到哪儿都是好样的。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不捞白不捞，人家八路军不许贪污。你呀糊涂蛋。嗯，这是谁的钱呢？你捞他的怕什么呢？我们那儿有人呐，让八路军逮过又放回来了。八路军那边的事我都不相信。你呀，胆彪子！家属，你说你在大街上嚷嚷什么呀？凤姐，往这边走，就这胡同了，拐弯就到了。凤姐，呸！就这胡同，晦气，晦气，呸！到家了，就这门。来，你坠下。你要是后悔，现在还不晚。我穷啊，就是一间屋的四个旮旯。穷我不怕，只要离开了那个地方，我就算是个人了。可是，你得给老街坊们递个话。谁也不许小瞧啊，谁要是揭我的短儿，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你放心吧，除了刘大哥一家子没人知道，往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可有一样，你得待咱们小妮儿好。因我起誓嘛，我也是从小没妈，我今年24，日后准能生养，多了不要，就要一个小子，一儿一女多好。说说那少年真美丽，16。哎哎，不是这谁？哎，我还子。哎，什么？哎，这不是春喜儿吗？还子，他哦，来了，成娘了。嘿，我说这事儿有意思嘞。哎，我说六爷，那这往后那我们就得干瞧着了啊。哎，六爷，好眼力啊！那春喜儿，那真是六有一公劲儿，对吧？你是人不是？许六、啊、你怎么这么窝囊啊？我你没长个手啊？抽他，抽他，兔崽子。对，大妹妹抽。嘿，你那小手往我脸上乖这么一下，小环子保准对得起你，半年不洗脸。来吧。小环子、啊、妹妹，你欺人太甚，今儿个我许六，你怎么这么没骨头？我说别去，还干什么事儿？您怎么跟这事儿闹？大哥，您受累了，往自个儿脸上关。我说小环子，你就坐吧，你。金山，他锅儿给你扇的红了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来一本什么？我骗你。哎，二路怎么？二路怎么？啊！想接上，配花子快走吧！哟、啊，这帮水车塞子麻了，小红子，小金石，小金石，小金石，大哥，刘大哥，三爷，三爷，许六，许六，春喜儿喝起单了，啊、那我可要了，不能喝呀，春喜儿喝的起单了，那肯定不能，春喜儿怎么能？你说你说我想我，哎哎哎哎，可是他们不让我喝，不能喝呀！哎呦，这酒字不能喝呀！三爷，他喝了三碗饭，扛住了，大半串，哎呀，我肚子难过呀，难过难过呀，难过！春喜，这怎么喝？春喜，俺们不能喝。
你可都听见了，你也都看见了，你上天说句人话，别这么顺嘴胡扯。嗨，我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你看你给我滚吧你啊。解放了，为了保住咱们的好日子，巴利尔大哥和小立本扛起枪上了朝鲜。陈九龄在北平守军接受整编之后，脱下了那身老虎皮，领了份安家费，回到了小井儿。一晃九年过去了，老街坊们又赶上了浮夸冒进的1958年。这么俩这劲您自个儿再唱一遍。哎哎哎哎，天津腔要出现在全中国北京，天津腔要出现在全中国嘿，齐昌盛帝国说我那嗓子啊跟家小烟囱似的，它憋不够味儿的。二妞啊，来瞧瞧瞧，好好说说，你又来了啊！被解放都多少年了，还管人叫二妞啊，刘丫头的。哟，桂英，刘桂英同志。哎，桂英啊，啊，往后时代再不长记性啊，你就叫你时代的小名，哇，小歪子。行了，石大爷，啊，你好好练练。哎，得了，二妞，就到这儿吧。哎，上边说了，头十一这个歌大伙都得学会唱了啊！行，带头，得，咱们都放放手里的活，来开会了。哎，得，您别唱了。头五票上开会，大伙儿兴许都听说了。炼钢献宝这事儿呢，咱们七号得了白旗，来，大伙儿看看。这根上就在春旗整风那阵子煮了夹生饭，院里头不团结大伙儿都看见了，整风领导小组给咱派个人来，周淑英同志，有文化爱人还是志愿军，好好好好，来咱们大伙儿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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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同志。咱们要人多齐了不容易，他九嫂子小九呢大跃进去了，又盖十大建筑，又砌小高炉，忙。哇，十嫂也没来啊？哦，出门了啊。昨儿个他跟我要了个五色线，许是啊，又上娘娘庙拴娃去了，就是想要个儿子。准是大姐胡同，大姐胡同出干了。哎，刘嫂啊，这刘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明儿啊，您得跟他好好说说，别让他呀光顾厂子那头。咱们小井胡同缺了刘大哥，他没主心骨不是？刘嫂子，二叔，那大井胡同要跑到前头不是？老街坊们，咱们七号院不能老拖着小井。前面那边过不去，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大游行，拥护总路线，拥护大妖界啊！我给你们带回个炼钢现场会的材料。哎哎，这上边说了，不用电，不用耐火砖，不用焦炭，照样能炼出钢来。哎呦，那咱们现在是小土为主，城乡结合，用最快的速度建设一批小高炉。刘大哥，
您说怎么办？那你们先合计着，我得。完了事儿，我还得奔厂子，厂子那边也大摇进。哎呦，真够您忙的。哎呀，60多人个车间，我当个工会宣传委员，上管马列主义，下管扑克象棋，事儿杂呀。这是新来的小周，这是你那口子刘大什么刘家娘？您坐这，您坐吧，坐吧，热乎的吃点。哎，刘大哥，您来碗粥喝。哎呀，现在关键问题是得找铁呀。是。咱们这几家凑了点废铜烂铁啊，可光靠这一点不行啊，不够，还是得在土炮上打主意。哎，土炮哪有土炮？昨儿个石大哥提了个头，说咱们界饼是前清的炮局，这南屋底下兴许来个土炮呢。好啊，可要是挖炮呢，就得扒房。刘大哥，这事儿呢，我也听别人说。您看啊，这两间南房呢，那是我的，可是为了大妖精，就是拿我身上一块肉，我要是眨不下眼睛，那算石瑞峰跟政府二进。可您瞧，这头了这间呢，住着许六他们一家子，后头那间呢，还搁着他八脸大哥的东西。这志愿军眼看着就回国了。是啊，自打咱们记事起，咱们见过这么好的政府没有啊？是是，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，枪毙了 B5，人家公安局登报帮着咱们找小结实啊。是啊，别的不说，咱们都活这么大岁数了，咱们什么时候放开肚皮吃过饱饭？刘大哥，您甭说了，这些事儿 啊，全在我心里搁着呢。您说头解放那阵子，咱们就瞧着国民党不是玩意儿。可是共产党怎么好，怎么光听城外头来着念头，怎么没见着啊？这一晃解放都9年了，政府是一步一个脚印儿。您说哪一件事情不是为他们群众着想啊？我石瑞峰就为了两间破南房能做出对不起政府的事儿来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？不是，您说要没共产党，那如许六这一家子，人民政府对咱们那是没得说。可扒房这事儿，咱们大伙儿去商量商量，别那有枣没枣都打上一竿子。刘婶，哎，这事儿啊，跟九龄说了，得先上房管局去看看蓝图。要是这屋子底下安过下水道呢，就不能有土炮；要是没安过下水道呢，那兴许还有门。好，这主意好。是，大哥，也成，也成。上派出所找小曹，让他赶快把咱7号的蓝图找来。哎，桂英啊，那个蓝图在房管局呢啊，快去快来啊！拴娃娃去了。哎呦，这年月谁还讲迷信呢？哎，我听吴七说呀，这油篓胡同有个48岁的娘们儿，添了个大胖小子，我落草就8斤半呢。我去访访，我今年呢39，还有9年的胖，九年的啊，9年。哎呀，这想儿子都想疯了。哎呀，你到油篓胡同去访访，可依我说呀，你就是钻到油篓里头也生不了儿子。你那大伙儿都在大摇进，你可倒好，满世界陷去，一脑瓜子个人主义。你不个人主义，吃早点油饼白浆还不行，还得买勺子糖。哎，56年公私合营，敲锣打鼓参加革命，参加革命啊，到现在连个工会会员都不是呢。那不是珠子上考验怎么吗？领导说信任呐。您瞧了没有？多大个粮库啊，偏叫我石瑞峰管着。我个人主意，这事瞒得了别人，还瞒得了刘大哥呀？哦、是你还跟刘大哥比、啊？人刘大哥是老母。我说你别等。哎，怎么着？找不自在就说话，谁不想压谁头子？刘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自打整风那阵子，俩人撕破了脸，一直不过话，住街坊还是闯缸子呢？小九快撂不下他了，哎，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大伙商量事儿呢，我叫你小姐商量。你们怎么？大伙商量事儿呢。
石大爷包圆，呵呵，拿着，来，这是五分啊，七分了。小妮，把钱给人家，乖乖的给人家，听见没有？我说您，怎么老跟我们两口子较这么大的劲儿？你现眼的玩意儿，不让你吃这套去！你跑蟠桃宫，跑娘娘庙，跑到哪儿你也是白吃的货，养个鸡还下蛋，你养你干什么？你一点好心眼都不成！你说谁该念的？啊，谁该念的？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！怎么没我说话的份儿啊？你把话说清！甜在哪咸，醋在哪酸？我们家要不缺我一个人，谁欺负你了？你净欺负人呢！你说你啊，你欺负人，要不人还少啊？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少说两句吧。不是这么吵下去，咱们院里头还怎么团结呀？照这么下去啊，咱这院是非落了后不可。你们都出去瞅瞅去，妇女在家里不做尽，男人在外边大摇劲，他心里就不踏实，不是？您看这超声波，这超声波四五天了，咱这院谁也没喂出来。这小妮儿是勤工俭学，大妖精，您这又打又骂的，这不弄得四邻不安呢、啊哦？得了得了，咱们都别生气 啊！我借这个机会给大伙儿介绍介绍，这个小高炉是怎么个技法？哎，你说吧，刘大哥，您说，我说两句。啊，您说。咱们这院的问题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整风不光没整出团结，倒整出了疙瘩。这一个院上不去，就拖了小景的后腿；这小景要上不去，就拖了区里的大妖精。哎，是这话。今儿个这会就是补课，大伙儿有话就都摆在桌面上吧。好，我说。好，您先说。从我过门，他就嫌我晦气。说我不叫春喜，叫冲喜，冲了他们石家的喜。你们家那喜在哪儿呢？春天街道整风，自我教育，我就在会上说了句：“石嫂，你不该为了那窝燕子就反对洪家巧。”谁反对洪家巧了？那是一窝性命，轰的老燕不敢落脚喂食，那小燕不得饿死？那你就骂我绝活。那你骂我什么？在气头上，人在气头上说话不好听，我就回了他一句，不定谁绝活呢。好啊，你就真办出了绝活事。你跟我们家小妮怎么说的？当着大伙的面你说呀。孩子这么大了，不用我说，他什么都懂。懂都是你挑唆的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跟许六就连了，我是没声音，怨我吗？你们两口子肚子里的小九九谁不清楚？出主意八房，街面上都轰隆动了，十五间以上的私房交工，你们家那房整十七间，隔你身上一块肉，你会不喊疼？会说的不是会听的？哎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敢说交房？敢想要挡道招啊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这了？咱们少说，就这事儿不算完啊！妮儿，屋里，他们俩的事儿不能搁在这儿说。妈，哎，刘婶，周同志，曹同志啊，好，您可都听见了啊？您给断了。那我说挖房呢，是为了挖土。是啊，你不是怕房子交工吗？您说他这个石大爷啊，您呢，把心放进肚子里，那房子它不是交工，是代管。您听明白了吧？石大爷啊，这点事儿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。哎，刘婶啊，蓝图那事儿呢，我跟房管局说了，他们说只要一找到，马上就派人给咱们送来。哎，老弟们，老弟们，哎，刘大忠，怎么着？咱们第三批归国志愿军已经到了。这么快？周同志，您的爱人也回来了。哟，真的？哎，您的房子呢？就安排在后院，我跟石大爷都说好了。那五号院？五号那间呢？我去看了，太小。最可爱的人吗？石大爷啊，您说说，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看你说了啊，那容易吗？脑袋掖在裤腰带上，是一把炒面一把血呀、啊，那可是国家的功臣。抓他去，都抓，反正都在这儿呢。哎呀，您瞧我这种找啊！哎呦，马大爷，哎、别着火啊！曹同志，哎，您的电话断上来的。马大爷，哎，您这一程子干的可真不含糊，您看看，哎，嗯。
表扬信，老街坊的表扬信，长达子的往我这儿递。您看电话还外带了扫街，看看咱们小姐儿，老跟他敬个面似的。您别这么说呀，这不是大跃进吗？还不都得伸把手？哎，对，咱们还真得卯把劲儿。人家湖南可又放卫星了，嚯，一亩稻打15000，多少？是15000，能有这事儿啊？嘿，您来看看照片，咦，那小孩在上打滚都落不下去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神了啊！这眼下都这么宣传，真的，这灯笼帽真摘了。哎，刘婶啊，哎，咱们院这个废铜烂铁还得赶紧再凑凑。哎，再有呢，让各户赶紧把那耗子尾巴交上来，上头根据数字啊好评比。啊，对对对。哎，这耗子尾巴收上来了啊。许大哥3根，石大哥4根。哎，哎，嫂子，我记得我那是6根。是6根，里头有2根是水萝卜一根。谁掺的那是？哥，刘婶，我先接电话去了啊。哎。哎呦，我那里头啊是有2根萝卜尾巴，我是怕呀又让5号给比下去。哎呀，我说石哥啊，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含糊，这不能玩虚的，这跟旧社会不一样。你过去开过粮店，谁说参加劳动你多少有点剥削不是？咱们历史上有这么点情况，咱们改造起来就得。瑞芳，来搭把手。哎，来了。刘大哥，打今儿起我石瑞鹏踩着您的脚印儿。哎，我去，我去。哎，大兄弟，哎，我那儿子 啊来信了。是啊，您瞧瞧。哎，他说呀这2天呢、就要回来。他要是回来必得到咱们7号院来打听。哎，您就让孩子到合馅厂给我送个信儿。哎呦，马大哥，哎，您这儿子真给您争气，兵荒马乱的跑出北平不说，参了军当了记者。这半年多没信儿啊，甭说您，大伙儿的心里头都挺惦记他的。哎，那可不是嘛。哎，这儿没有外人。哎，我跟你们姑母俩说句过心的话。来，您快坐一下。这有儿子跟这没儿子他是2公劲儿。哎，我不怕您笑话。我二叔前清那会儿在宫里头当差，老公临了把我给过了继，我呢在这位置当了半辈子下三滥，也没个家家。可是谁想得到这临解放，哎，我收了这么个体面儿子，您说这心里是什么劲头？这浑身呐，就跟驾了云似的美。您缺什么？您就说话呀。哎，周同志，用什么言语？哎，刘大叔，刘婶，我先去看媳妇去了。你瞅啊，这挺想太多了。啊，刚下班。咋的？哎，刘春，哎呦，回来了。牛子妈，牛子的妈。哎哎，来来来，嘿，让什么？今儿啊，我得喝2盅啊。嘿，哟，没正形。哎呀，今儿这个会呀，开得痛快，开得痛快呀。什么会啊？什么会啊？向领导交心会。哦，我们建筑公司啊，刚成立，2000多号人，凡是有历史问题、现行问题的，哎，只要是做过对不起政府的事儿啊，自个儿说交心。这不瞒您说呀，我们这单位复杂，领导讲完了话，您猜怎么着？台下冷场了。我一瞧不行啊，得给领导戳进带个头吧。可我说什么呀？咱陈九龄该露脸的时候扁茄子了，什么话呢？没有，编的上。你上去说去了，那还有假的吗？打从学徒起，真的假的只要不是人的事儿，我给他云山雾罩。我说了，这民国36年电车厂罢工抓了5个人，这黑名单啊是咱陈九龄开的。什么？这是你开的吗？没影的事儿，我往台上这么一站呢，豁
家伙，这台底下满堂彩儿啊！主人过来拍肩膀，厂长握手鼓励。您说这会开始痛快不痛快？痛快不痛快啊？你往自个儿脑袋上套屎盆子呢吗？啊！回头警察就得来逮你，你就那么爱逮我你？你们起个大早，赶紧奔厂子。咱们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先进咱们是得争的，你得实事求是，不是？不如说有那么悬吗？您别逗了，咱陈九龄嘿，走到哪儿都是好样的。我呀，先眯一觉再说吧。九儿，没事，听你刘叔说。没事，小九，凤珍，哎，说是七号得白旗了，甭沉不住气，瞅瞅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。这小铜佛爷还是你老祖那会儿留下的呢，我们那院呢动员我好几回了，我可没舍得给他们拿着，算你们极好的，非把他们比下去不可。 哎，这么一个小铜佛爷他能有几两？你说话就不受听。我哎，师娘，师傅可跟我说过，这个是大唐年间从西域里边弄过来的。你知道那你我就别的我妈又打我了，你收下我吧。小妮，走了，你回屋去。我就不出去。我是你妈，我就得管你。你不是我妈，我妈早让孔长打死了。你怎么说话？哎呦，孩子，你看吧，接子熟了就得挤。孩子管我叫妈，你也听见了，这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你这么虐待他，到底打什么主意呀、啊？刚才大伙都听见了，孩子我是不打算要了。咱们眼珠子还指不上的，还真眼眶子都是他放的，没他我准生硬。凤珍，这孩子咱们要了可有一样，往后你要是动他一手指头，咱们可就得找个地方说说去了。孩子拉扯大了，不是气儿吹的，两千斤没球，三辈子没命。还要什么？不能这么给，都给。孩子，你们领走，可有一条，你们刘家得搬出这个院，看着自个儿的孩子管别人叫妈，我受不了。刘大妈，都不错，答应他，咱们搬家，咱们搬。妮儿，妈，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孩子，我说谁搬家？咱们老街坊们好商量。那小妮儿呢？在咱们家，在在。喂喂，老街坊。杨子，石头肉，小环子，哎，怎么着，爷们儿？哎，劳动教养出来了。您呢？哪壶不开提呢？怎么着，环子？哎，刘大叔打鼓了啊？哎，我还能干什么呢？掉了毛的凤凰不如个鸡。什么都别提了，凭我小环子的能干，我能管个财政部。那是，想而今财政部我成他妈擦桌子部了，哪儿脏往哪儿支持我。刚放出来那两年呢，加个青布包打软骨，那哪天也能弄上两份俏事买卖。我想而今这大妖精大炼钢铁，专收卫农烂铁。嗯，说老街坊们都好啊，还行，还行，还，我别跟看猴似的围着我呀！你小环子，哎呦，六嫂子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药金计划，小景这片我包，一礼拜两趟。过来，干嘛？过来呀，什么事儿？哎哎哎，我搂了，我给他拿吧，就在这里。哎，我拿吧，来了，来找找。哎呀，喜六，哎，孩子归他们，咱们搬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等等，你别走了，不是这怎么回事？这个，您都瞧我了，都瞧我了，你都瞧我的大兄弟。这我招谁惹谁了？这个，哎呀，这都给打流血了。
劲儿还真不小，你真不知道哪块云子有雨，你这事儿闹的，你这去。等等，不信你进来，你甭怕他呢。我不怕他，我连钉鞋的拐子我都带来了。等等，小丸子，你自个儿说，有你这么坏的没有啊？你从哪个垃圾堆捡了这么只四处穿边的破鞋？吴奇，他跟你怎么说的？他跟我说呀，吴大叔，您给来个前后包头前后掌，您给来个挂弯子，怎么结实怎么给弄。到今儿俩多月了，闹了归期他不来取。不是，他要是送了一双呢，我们还能委托呀？是那是那，他送了一只啊。再者说，你这不是影响我们要进计划吗？吴大叔，我跟您说句过心的话。我是想让您练练手艺。您说像而今这五行八作他都出了能人，他就缺个缝鞋的不是。当年春喜儿喝喜灯劲儿，你倒是三爷，三爷，今儿我让你小子认识认识金钟马的厉害。哎，不是这个，不许动手。是啊，哎呀，小环子，不小了，该改改了。吴奇，王子让他掏钱，少个字活痞了你。我今儿出门没挑好日子。不如个吃吃的孩子，你说，谢哥，咱们当过两天旧警察，别背包袱。你救个小结实的命啊，这老街坊们都知道啊，你有成绩啊。吴大哥，嘿，话不在多，有您这几句话，我心里头热乎。刘嫂，练成该修的鞋，您都给练齐了，练齐了，赶紧给我。哎呦。哎呦，刘大叔，小李妹，三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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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李妹，新娘，好巧啊，有礼物呢，小李妹啊，师傅啊，这是哎，周同志啊，大侄女，哎，大侄女，你们小李妹那可不是凡人呐，八路军一进城。好姐，您可真帅呀！啊，拿出个小本儿，这份粮店仓库存粮，您门清啊！合着您是地下党？嗨，我算什么地下党啊？外围，在我这儿啊，小老年徒啊，风雨无阻。您的功夫，辞职。现在在共产党里，我也是小吏吧？哟，你在这儿，这口面是在外边啊？你们这是二妞吧？哎呀，长这么高了，二妞。您知道八里眼大哥回来没有？二妞，八脸大哥他早就牺牲了。刚到朝鲜那会儿，我们凑到一块就聊起小姐老街坊们。八脸大哥说，小姐就是我的家，我没爹没娘，可我有个小妹妹叫二妞。二妞这孩子甭提多么体贴人了，可我前二妞个小灯笼。今儿打败了美国鬼子，我必把这个小灯笼带给我们二妞。你看，这是他拿炮弹壳给你做的。他还说二妞喜欢烟盒，这是他给你攒的朝鲜烟盒、美国烟盒，收着吧啊，二妞。二妞，记住他吧啊，二妞。别哭了，虽说我没见过巴里尔大哥，可常听大伙儿提起他，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得了，甭紧着难受了啊！里边啊，走进屋了歇会儿去。不了，徐大爷，我先到房管局去报个到，说话就回去啊。那也好，你先收拾收拾。哎，哎呀，慢点，哎呀，哎。
请问大叔，马德清是在这儿住吧？马德清不在这儿住啊。哎，同志，你是？我是马德清的儿子，细婶。我知道，知道了，快点坐着，坐着，坐着。谢谢你，大叔。马德清他儿子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坐着，坐着，坐着。好，谢谢你，大叔，谢谢你。大叔啊，您贵姓啊？刘家祥，您就是刘大叔啊？就是啊。来来来，坐着坐着。大叔您坐，坐坐坐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呀，我父亲去信的时候，常提到您啊，这些年了，多亏您对他的照顾。哎，都是老街坊嘛，咱们说不着这个。怎么样，这回咱们不走了吧？啊，还得走，还得走。好啊，哎，大叔，嗯，您看。您也不是外人，我也就不瞒您说了，前一段犯了点错误。嗨，这年轻人犯错误还免得了啊？明放那阵儿，右派那时候我真是说，他上我们院儿去了，我就听着。七婶儿，说，先别告诉我爸，先别让他知道呢。七婶儿，爸，七婶儿，爸，回来了，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爸爸你，哎，来来来，见见，哎，这是你刘大叔，啊，大叔，啊，这是刘婶儿，啊，大婶儿，啊，那是石大叔，石大叔，石婶儿，石婶儿，这就是。我那儿子，党员记者，七婶儿，这回说出大天来，咱爷儿俩也不分开了啊！哦，不，爸爸，暂时咱们还得先分开啊！怎么？这刚回来。我调动工作了，支援边境建设到黑龙江。那好啊，你调到哪儿，我跟你到哪儿。别，爸爸先别。哎，我都土埋半截子的人了，离了你我活不了。哎，大兄弟。把我这点东西还给我吧，啊？哎，把我那点东西给我吧。我说马大哥呀，我说您别脑瓜子一时发热就跟着他走。怎么？你让他先打前站去，把事情给您安排好了，再回来接您来，这不好啊？哎，马大哥呀，爸爸，好，大爷疼啊！儿子体面，爸爸脸上有光啊！论人品那没得挑啊，论政治那是党员，走到哪儿都得叫人看得起。感情，赶明儿再娶儿媳妇儿，我就等着抱孙子了。是是，咱得说好了，大兄弟，到时候喝喜酒你得去，我一定。那咱们都得去啊！都去，都去，都去！回回家了。走，咱回去看。走，咱回去。我们先回去。哎，庄子呀！哎，哎呀，你说啊，一个罐儿啊！哎，七婶，哎哎，爸爸，来，咱们往。哎，哎，您慢点走，走走走。刘大叔，不是说马德清的儿子是军人吗？啊，老街坊多年了，这人性都不错。这孩子小的时候苦啊，哎，你说他怎么会？哎，刘大叔，老街坊归老街坊，您是老工人，可得提高点警惕呀。哟，我今儿不是怎么了？这浑身老觉着这么皱巴的很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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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他就住在后边，我给你叫啊！来来来，老张，哎，小九儿，九零。是我们单位保卫科的老李同志，有事儿啊？啊，哎，九零啊，哎，这是分局的老冯同志。哦，您这是陈九零同志，不错，砌土高炉，咱们单位里说这屋里窄便。哎，我是公安分局的，啊，我向你了解点情况。您，哎，您带我干什么呀？
你们头顶国徽，代表政府，你们跟街坊四邻打听打听，咱陈九龄办事儿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说话像还嘴对着心。哎，我们是了解你在交心会上的发言。哦，那发言呐、那黑名单不是我写的。小九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你还是去一趟说清楚了啊。不，同志，我们这口子他嘴好胡咧咧，他是半彪子。谁是半彪子？你什么都不懂，人民政府不会错拿好人。咱陈九龄打当国民党兵那阵子就冲天上开枪，这点事儿说清楚就回来。你请啊，走走走走，这边走来我说小曹，小曹，曹同志，就找您别着急，小曹，你来，咱们大伙儿都别着急，都别着急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咱们公安局的敌伪档案里查出过一个陈九龄有人命、啊、可小九的历史上呢没有这段，上边啊怕是重名，所以呢就一直也没问他。哦，九嫂，这点事儿很快就会说清楚，您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老街坊们，咱们小景儿不管出了什么事儿，大跃进千万不能耽误。刚才上面研究了，为了钢铁翻番，房子咱们扒，土炮挖，住家户的生活困难断上保证解决。好，刘婶，现在咱们就把废铜烂铁先在这凑一凑，我来登记一下啊。我说你好，别动，别动，咱们都集中，咱们都集中在这儿啊，咱们都集中在这儿啊，集中在这儿。交吧。两根秤，房子您给登记。好嘞，你给我看着点啊。哎，两根铁棍，一个小。哎，都集中到这儿。哎，好嘞，曹同志，不是，哎，曹同志，哎，这个呀，啊，是他八脸大哥画堂的糖勺子，眼下的人都在了，您说，石大叔，八脸大哥要是活着，也会把他献出来，再贵重的东西，为了大妖精，也不能含糊啊。哎，还是刚才小曹说的对，你们瞅瞅我这小铜佛爷。日本那会儿啊，现铜现铁，我把它给埋起来了。哦，头解放、我没犯辙，也没想着把它卖了。这会儿为了大妖精呢，咱们得把心都交出来。哎，好，大哥，巴里尔大哥，你为咱国家牺牲了，你要是活着，真赞成二妞把这小灯笼献出来。哎，好。人家五号可包房了，怎么办呢？男童，快点，快点，来说，来，你说，说，快说，你看啊。这南屋底下还真挖个下水道、这土炮要是有呢、也就在这北屋底下。什么北屋？哟，那北屋可不能扒呀，那有燕窝，一扒小燕就饿死了。哎呀，这万一咱们把房子扒了，他要是挖不出土炮啊，那这大妖精不就成了大破坏了？刘大叔，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啊。石大叔，这可是政府用着咱们的时候了。瑞芳，扒！曹同志，扒！挖完了土炮，政府给咱们盖高楼。哎、对，咱们吃食堂，盖高楼，共产主义眼门前的事儿了。哎，大爷，你赶紧收拾去啊！高同志，您回来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到了1966年的秋天，那是个史无前例的年头。虽说节令已到夏末秋初，可整个北京城仍像泡在一片狂热的大海里。这么说吧，就如同不知去哪儿猛地刮了股子热乎乎的大风，没有一个人顶得住，也没有谁想去顶。
人们为这个说不清的真理而闹腾开了。八一八，我不信这个了。别这么说，你别闹，说不出来，再闹两句，说话就没两句，就不好听。哎呀，这不好听。谁家呀？小楼上那家，说是地主兼资本家，乌漆化灰也跪在里头。吓死我了！才有个几百万，说就不是。你甭担心小九那点事儿，虽说他在监狱里可他是他，你是你，再者说了，开吊车出了事故那算过失罪，不能算是反社会主义。我怕人家又把58年那档子事儿抖了出来。那黑名单的事儿不早就查清楚了？谁不知道小九是个250，盘问了一天不就放回来了，街道上都清楚。虽说我靠边站了，那到时候我也敢给你作证。啊，请进。哎，刘婶，这些日子我这右眼老跳啊。您瞅，自打我跟了小九就没松过心呢，58年没捅下娄子还不万幸，你倒好好干呢，没事逞能替人家开吊车。他也是好心办的坏事儿，得别心里搁不开，进去吧。啊，刘婶，喂，门口的对联谁贴的？门口的对联谁贴的？怎么没人言声啊？那个是我写的，您，你那横批上写的是“兴无灭资”，哦，写错了。错了没有？错了没有？没有啊，是兴无灭资啊。胡扯，应该是灭资兴无，先破后立，不破怎么立啊？对对对，您说的对，太对了，他不破怎么能立呢？那不瞎掰吗？这不是，你说赶紧我改过来啊，我快点。石大哥，您这是？我写的大字报，房子呢交工，房契呀、啊、交那个房管局，决裂，观念那个私有决裂。瞧您吓得嘴直拌蒜。我先把那横批改过来。刘婶，刘婶，哎，我这儿还有块新病呢。这10来年给何县长打线，剩的这点零头我都攒起来了，凑凑巴巴的给大牛子织条线裤。那小姑奶奶正好管着何县长，万一抄家抄出来不又是娄子吗？我那有点儿，这不能赖咱们，每次往回交他们都不收啊。可报
老师傅说不清了，扔了，扔了不结了。嗨，你甭跟那惊了枪的兔子似的啊！他妈的，你说我的心里头也直扑腾。大牛子在家呗，啊，让他背个书包，把我那点也烧上，给院儿的扔到城外头去啊！哎，给您了，那今天咱在哪点啊？哦，前面，前面那大楼里就是。啊是啊，那是火野兵军校。哦，条件差点，一个瑞将军。瞧您有啥子好坏嘛？改名嘛？毛主席啥子时候解决呢？也就是三五天的事儿、啊。有事儿呢，我必通知你。哎，要得要得，不能不能不能。哎，美女啊，曹所长，刘婶儿，您别别介。您可千万别再叫我所长了，我靠边站了。现在呢，就管安排红卫兵住处。听说吴七挨打呢，连家都给人家抄了。这没警察呀，一家子哭得跟泪人似的，遣送还乡，河北省青龙县那是苦地方。嘿，谁顶起的红卫兵啊？谁啊？还能有谁？刘婶儿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、啊。您说他刚来小景那阵儿，多喜庆个小媳妇儿啊，见人不乐不说话，小嘴那叫甜的。把我当了所长呢，还真拍得我晕晕乎乎的。可现在他简直是疯了，这不带着人打无锡呢。哟，石大爷，石大爷，我跟您说呀，这大串联高潮可在后头，学校、旅馆、澡堂子他全住满了，连中南海都住进了红卫兵，咱中央首长呢夜里亲自给盖被窝。这报上不是说了吗，这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，这实在要住不开呀，还真得往咱们各家户安排。哎，对了，您看我跟您说那房子您收拾好了？曹同志，您放心，政府用咱们的房啊，那是看得起咱们，我石瑞峰绝不含糊。带您瞧。哦，刘老师干嘛？您在家呢？哦，您都收拾好了，我看看房子。这儿有房子病啊？这儿怎么能出来啊？我怕孩子们多啊，要是孩子们多呢，铺个稻草帘子什么的，还能睡一个俩呢。行，石大爷，哎，您收拾的呀还真宽敞，住四五个没问题。曹同志啊，哎，不瞒您说呀，昨晚上啊我倒腾了一宿。哎呦，您这住人县城。得，那您受累了，我再到别家看看啊。好，哎，走您走。我把它改一改啊。这是谁的布？这是谁家的布啊？量体布啊！金鹿牌的，这个年头不少了。石大哥啊，石大哥。哟，刘大哥，什么事儿您？您昨晚上归这一小屋子啊，这量体布。哎呦，刘大哥，这哪能够呢？不
我那点底儿您还不知道吗？这些年早惦记您了。刘刘哥，这节骨眼上说话可得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哎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那也不是趁闹的主，这老街坊们都知道啊。哎，那我先扛回去了啊。这玩意儿做裤衩推后，这是做鞋面，您说这哪辈子能穿完？您把布搁那儿，搁那儿。咱们这院说句不好听的，庙小神灵大，这布是打别的院飞来的。家里搁着那么多的布，到底什么主啊？谁吃过薄学饭，谁自个儿心里头不清楚啊？当年我们小丽边学徒那会儿，吃饭摔了个碗，让使照里吃，多王道。大妹妹，那过去呀，我试过伙计，是啊，可这布都真不是我的呀。是不是我们的？我呢，是小商，是你们红五类团结的对象。那我那点历史，刘大哥都知道。刘大哥是老工人，根子正，这些年的。根子正不能吃一辈子，不能为成分。这么大个运动，那么欢实个人，窝在家里边能没问题儿？哟呵，合着这里头还有我。我说大侄媳妇，我这点问题您不搭把手，我还真说不清楚。说不清？您听过杨宪珍的课，您说不清？您懂合二而一呀？您上管马列主义，下管扑克象棋，你把马列主义跟扑克象棋搓一块堆儿去了。五八年，你说大跃进是大破坏，你真的说不清楚？这是政治方面的，我说咱经济方面的。经济方面您就那么干净啊？你把着整盒子敌敌畏满街了撒，你干我工会仓库里有的是。哎，大侄媳妇，咱平心说，那敌敌畏我一瓶都没偷着喝过。这事儿非掰着清楚了不可。是。哎呦，这又是个娄子。牛大哥，你沉住了气啊！咱们想想辙子。去打电话呀，打电话，快！哎哎，快点啊！嫂子，我呀快五十了，生硬不了了。瑞丰他大哥给我们过几个儿子，看看我们这儿子，就知道我们是什么主了。凤珍。他们把吴七给压过来。快走开！快走开！放开！放开！老街坊们，你们该说句公道话吧！老街坊，你们该说句话吧！干什么？我是当过国民党警察，可公安六条写的军政警宪特，警是指警长以上啊，我是巡长，我不够馅儿。再者说，我救过八路军孩子的命啊。不可无凭、啊、孩子呢？孩子哪儿去了？孩子我搁刘嫂门口了，我知道刘嫂心善，必能收养他。我当时胆儿小，我混蛋，我要知道有今天，我就是八路谷的大老爷，把他拉到城里。废话，人呢？人让拍花子给拐走了。兴许就是让你给谋害的，你是双料。不，等等，小街婶是让拍花子拐走了，水三亲眼看见的，疼奶奶也知道这事儿。是啊，凭什么斗无期？小街婶儿是吴七给抱回来的，年头乱，拍花子拍走了，保不齐的事儿啊。这壁屋枪毙了，壁屋得留下口供，丈夫得有底子，把吴七轰走了，这家里孩子大人怎么过呀？唐奶奶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一个
救警察、救好人的命，这说得过去吗？小结实，烈士的后代丢了，丢哪儿去了？怎么自个儿的亲生儿女不丢啊？我说小周同志，不气他不止这一档子事儿，他还有现行问题。小宋，哎，要走。哎，走了。老爷，有大家伙这几句公道话，我无期就算没白活。无期给大家伙儿鞠躬了。走。大毛，哎，到这儿来一下。哎。嘿，都不认得自个儿是谁了。牛伤了，得了个什么呀？小子。哦，好，起名了没有？师娘说他今年69，就叫69吧。哦，这鸡子我笨来了，跟二牛说这是福天的蛋，搁不住，往后有事言一声。啊，哎，三哥，三哥，啊、来上屋来。哎，我有点事儿。好，好，好。刘嫂啊。刘嫂，那个我那个房契呀，交了啊。他这个人呐，要是一成了无产阶级，心里头就别提那么轻快、那么赫然了啊！你说。那两匹布啊，是我的。哦，是您替我认下得了。您的出身地是煤宅，刘德哥又是老工人，这真的不是工人长行是吗？是啊，其实我也是泥菩萨过河。嫂子，嫂子，谁叫我吃过剥削饭呢？你饶我吧，师哥哥。那小姑奶奶说了，她没完呢。行，我替你们认一下。嫂子，你拉我这一把，我一辈子忘不了您这点好处。哎，石头兄弟，来补个奶啊，回头我认，回头我替您认去。临解放那点钱毛啊，谁有俩子不买点东西存着，那趁点不无犯法。你们还不回头我认。石头兄弟，满哥，哎，来来来，石头兄弟，您的电话，满哥，石头兄弟，您的电话，是您空军司令部那个侄子来的，哎，得嘞，他说呀，待会儿上家来看您来，哎，好嘞，好，感情您还有个当解放军的侄子，是啊。好，哎，让您受累了啊！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谢谢您啊，马德清，你等等。您叫我？嗯，我叫你。你有文化，上面的政策你懂？是，我懂。这报上说得好，文化大革命就好比是两军打仗，不是你吃了我，就是我吃了你，可没有中当家那条道。是，左派右派。嗯，你的问题我们都清楚，说吧。你到底站哪边啊？说，我说，我都说了。大兄弟，我可对不住你了啊。
刚才那个电话呀是假的，石头兄弟叫我说的。哎呀，完了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是这么回事，石头兄弟跟我说呀，说这年头啊，要是有个当兵的亲戚在家里头晃上半天啊，准能够把这门面呐戳起来，省得街道上老是怀疑家里的成分。哎，老师傅，老师傅啊，那底下的您让我自个儿说得了，对对对，自个儿说那兴许那罪过能小点儿。我呀有个侄子今年25，在菜市场卖鱼，我呢叫他借身军装来，今晌午天跟我这吃顿饭。他妈傻蛋，问的你不是这档子事儿，心疼啊。你少插嘴，不是这档。马德清，哎，你还有一样东西没交出来。东西什么东西？再点你一句，58年你那个右派儿子刚回来，你嚷嚷着要跟他一块走。哎，对，我当时你跟刘家祥说了一句，还有往下再说吗？是，哎，我跟刘家祥。哎呦，我说大侄媳妇儿，你可真是个好记性，那不您是有样东西搁在我这儿了，你怎么还想蒙混过关啊？您这回捞着个大个的。哎，我说，嘿，他妈这年头人都靠不住。哎呀，马大哥，这就是您存我这儿的宝贝，我看这，哎，我看这里头，哎，我看这里头他不是手枪就是他妈变天杖。你怎么，哎，我说，二妞她爸爸，咱们可都多少年的老交情了，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没骨头。好，你不仁，我也不义。那天他跟我说这文化大革命啊，好像是一家子人不想在一块过了。老大呀，从掌柜的那儿抄起把切菜刀；老二啊，从掌柜那儿抻出一根擀面杖。哥俩打，往死了干，哎，不下毒手啊，就是孙子。嘿，那怎么跟他们打哈哈呢？你怎么跟我玩起真的来了？你也不是打哈哈，他们打哈哈呢。这老街坊们都知道，我二叔在宫里头当太监，他出了宫靠什么活着呀？他就从药司里头改了个米盒子，药方子。轮到了我，还是一辈子没家小，收了个养子，还成了右派。我得靠什么活着呀？这是我的棺材本儿。您说这是怎么说的？您就凭这点药方子，您能把马德清怎么着？得了，东西是我给他存着的，我给他兜着吧。你兜着？就凭刚才马德清揭发你那段话，你自个儿说说，你什么问题？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现行。切！我说东镇，我岁数大了，脑子不好了。那天他说的，兴许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了，马大哥，马大哥，您甭后悔了。大侄媳妇儿，你不就想寒碜寒碜你刘大叔？我跟你这么说得了，我这人说过的错话、办过的错事有的是，可有一条，地富反坏我沾不着。您说我是走姿态，我不够格。你大叔不傻，我要嫌我交代的不系统，咱们这么办，我把它抄成大字报，贴到胡同口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咱们摇头不算，点头算，娘不原声就这么定了。那我写去。同志，我想再跟您说，我再回去，我把这事儿再给您解释一下。回去。大妹妹，那我呢？你，二叔，忙呢。好，战备工作这么紧张，好不容易才请了半天假。我们首长说，你二叔不就是常到我们部队来的那位老同志吗？人很老实嘛。我婶妈呢？哎，你是哪个部队的？
空军司令部的。哦，空军的啊，我看你是他妈海军吧，我闻你身上怎么有股子咸带鱼味啊。曾福，哎，快跑，他们都知道了。哎呀，别接住，你小子妈菜市场卖鱼的，平常日子卖东西你就给小份了，今儿你又冒充解放军，你哪管的海军哥，撤。都是你，我说不行啊，净出幺蛾子，实话还说不利了呢，骗儿说瞎话。好，就刚才这几句，我昨晚溜溜练了半宿。这些日子，我不是看错了唱，就找错了钱。干嘛？哎，少跟他耽误功夫，送他们单位，叫他们本单位处理。哎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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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运气了，咱们怎么跟大哥交代？怎么交代？大伙儿都看见了吧？咱们这院的斗争多复杂呀，明的、暗的、里边的、外边的，简直就是个小三家村。这小周同志，我这大字报底稿写好了，您给我听听，您给我听听我这么写行不行啊？嗯，刘家祥。男，52岁，平时好打哈哈，解放前差点入了一贯道啊。我这有一括弧，听说盗徒得吃素，一年见不着四两肉，吃素我没干，走半道又回来了。括弧完了。刘大哥，你还有心思打哈哈？叔叔，刘婶儿，快点！叔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小九，老天爷，你可真会挑日子！小九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呀？你跑出来的吧？啊！那快去自首去！什么？我跑出来的？哪儿的话呢？咱陈九龄走到哪儿都是好样的。我离刑满还一年，我往外跑，我不干那路傻事儿。我呀，是造反派给轰回来的。这政府都听造反派的，咱陈九龄不听造反派的？你这开玩笑呢，这是？哎，小九，曹组长，所长。哎呦，小曹，哎，当所长了，嘿，行啊，小曹啊，你记住了，这人到哪儿啊，光出好心眼儿，别出坏心眼儿。只许别人对不起咱们，不能咱们呢对不起别人，你说是不是？小九，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造反派给轰回来的。轰回来的？这还能冤你吗？那边乱套了，全轰跑了。你说你不跑吧，他还不答应这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你说的这是真的？没错啊。那咱们这么着吧，你呀，跟我先到派出所报个到，咱们这边呢出函跟新疆那边联系一下，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可在有信之前呢，你还得先住在拘留所里啊。小九，这话好说，咱陈九龄嘿，走到哪儿都是好样的。二兄弟，哎，别再躲了，小九，快走，集中火力。杨和，小九，小环子，嘿，啊，一身屎黄啊。跑出来的我是不是？哎，我小环子，嗯，你记住了，哎，人呐得往正道上走。小九，你少说两句啊！你呀，非犯错误不可啊！你不犯是不犯，嗯，你犯了就小不了。走了，你是早晚，哎，有空来啊，歇着你的吧。不送了啊！无产阶级专政，天罗地网，像个大筛子，你往哪儿跑啊你？天罗地网，我看那筛子眼还是大，要是稍微改改尺寸，也不能像你这样的人在筛子外头活得这么有滋有味儿。嘿，刘大叔，您呢，这么大岁数，白
虎，您压根就没找准个庙门。哎，您说这谁想得到这小环子他也能有今儿呢啊？喽喽，瞧见了吧，就凭咱们环子入了红卫兵了。嗨，这红卫兵能要我吗？我有前科，这屁股上打着记号。我入的是红外围。刘德叔，我送您本真经啊。这人活着他得自个儿合适，想合适呢就免不了出点小错，是这么个理儿不是您呢？可您记住了，咱绝不往圈外头闹，到什么时候小环子都是内部矛盾，他们内部矛盾有人敢挤的，咱就跟他没完。环子，你干嘛来了啊？我找小丽吧。运动初期他是我们那儿的工作组，凭他捏我，小环子是软柿子，老喽，北大张昌先给撤了，今儿我非给他降点眼药不可。小丽，哎对了，他媳妇在家吗？不在吧？不在，不在，我先等会儿。哎，正好，你刚才咋回事？你说说。说什么呀？你刚才怎么说的？我什么也没说。不是你说的，你妈让你把线扔到河里吗？这好好的线，干嘛往河里头扔啊？大牛子，想要加入红卫兵，就得跟家里划清界限。说吧，好孩子，说呀。我爸爸当了国民党兵。好。我不该替他们办事。好。还有，说。打倒陈九龄。好，好孩子。有的人对革命小将的行动心惊肉跳了吧？我没心惊，我昨晚着了凉，身上冷。这点线是这些年打线的零头，每次往回交你们都不收，这原本没什么藏着掖着的。师傅，师傅，把牌藏里边了，怎么着？闲寒碜，闲寒碜，你别吃剥削饭去。我是怕把它弄脏了。不是，快点，快点，现在就抄吧。抄，抄，去！去！干什么吧？你们干什么？存点不就成了资本家了？你们还有王法没有？你。跟你说，这布是我的，有话你抄我说。哟呵，这不是金钩马吗？啊，还这么好打抱不平？我说你也不翻翻黄历。不错，那布啊是水灾的。石传祥是粪霸，你是水霸。这些年水灾就没断了，往废品收购站送布，都是金鹿牌的，重刻过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小环子，你胡沁什么呀？怎么，你们真想动劲儿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真想动劲儿，再让他们俩也不是个。小丽边多好的一个孩子啊，娶了他妈你这么个混账媳妇儿啊！你，小丽边，王宝德，干什么呀？王宝德同志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这。小环子，我说在单位找不着你啊，跑家里边眯着来了。你整天跑到公司瞎闹哄，搅得干部们都办不了工。工作组的方向路线是错了，可是也没把你怎么着。哎，今儿咱不说这个，今儿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你一上我们单位是搞革命啊，你还是搞破鞋呀？什么？你满嘴胡沁什么？你别装傻充愣啊！你跟我们食堂那大姑娘是每天夜里都谈到两三点呢。那姑娘是长得挺好看的，可你有家，你有爱人。我说你，同志哎，你是国家干部，你现在怎么办呢？那姑娘吃饭就恶心，满世界找山了红。不是你。这是你爱人呀？哎呀，他我不知道啊，这不，我太气愤了，我。小环子，我算服了你了啊！你行啊，你行啊！环子，真有这事儿吗？压根就没那么八宗事儿，你先掰一掰给他尝尝。你是逮谁咬谁？哎，老舅子，老舅子，可了不得了，马大爷挺了，是吧？好，给我听是谭决呀！哎呀，老舅子。
这是1976年的10月8号早半天，这个秋天好像比往年来得早。唐山丰南大地震刚过去2个月，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，但消息还没有在北京城里头传开，就连四人帮手下那群也都还蒙在鼓里，还在折腾。断断的，阿九嫂子，你这是？我给刘婶帮个忙，给小妮儿做结婚的被子。是，自打许六搬走以后，这小妮儿一直是刘嫂带大，这么多年了，也真不容易呀、啊。哎，哎呦，老天爷！你怎么买姑差了？有带着孝姑给人办喜事儿的吗？再说呀，都1个月了，今儿是8号，哪儿才1个月呢？这日子可真是……哎，刘婶儿啊，她也没打算办。他也是强打着精神。哎，这不，二妞让人抓走了，姑爷呢又离了婚，这刘大叔的腿又砸折了，住在医院了。您瞅这一家子，哎，这可真是，这黄鼠狼专咬病鸭子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要不是这小姑奶奶的冒坏，把这防空洞挖到刘嫂的屋底下，这房子她挣不倒，刘大哥的腿也砸不断呀。你瞅见了吗？这两天刘嫂的眼睛老发直，我真担心她有个好歹呀。她呀，她那是想外孙子。这姑爷干事也绝，自打离了婚，一个猛子就调回了包头，把孩子也给带走了，这不摘了刘婶的心尖子吗？可说呢，今儿我在五路汽车上看见桃园门口站着个小孩，那模样长得跟那小六九他分毫不差呀，我这心里想，这能是他？许是你也离了，可能不呀。呀，那听风就是雨，包头到北京千十来里地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咱能？哎，我没跟你说话啊。哎呀！照说呢，小妮儿结婚。我也该帮个忙啊，可我呀搭不上手，绝活不像你全个人啊。我说你别这胡咧咧行不行啊？他九嫂子会是全个人啊？那九龄给盯成了那个啊畏罪潜逃，丁今儿个还关在监狱里头呢。再者说了，那结婚就是喜嘛，刘嫂那是眼泪泡的心呐。你别说了，那小妮儿还插着队，孩子结了婚的，扎在那儿回不来了，真是
哦，嫂子，您大喜了，大喜了。嫂子，大喜，大喜，大喜了，同喜，同喜。嫂子，您可得把心放宽了，咱那孩子听话，响应毛主席号召，这毛主席一挥手啊，知识青年下乡了。哦，再一挥手啊，兴许还能回来呢。啊，你呀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，那净是淡话。嫂子，医院我就不去了，我给刘大哥装了个匣子，又让您花钱了。说什么呢，仨瓜俩枣的，拿着。妈，妈，包头来信了，是姐夫来的。还什么姐夫啊，都离了婚了。打开看看。说六九二号就出来了，到现在还没回去，问到咱们这儿来了没有。哎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，我在唐人厅门口看见那孩子兴许就是六九啊。嫂子，你可别着急啊，依我说呢，咱们呢先给包头挂个长途，问明白怎么回事再说，您说呢？哎，得把那个信封给我啊。对，你看我说那孩子那模样就是叫你买的煤油炉呢。我没买。妈，您别生气，我们插队这些年家里年年为我们添钱，能省几个就省几个，人家当地人多少辈子没使煤油炉也过来了，我们的事儿老街坊们吃块糖就行了，不用办。我不给你们置办齐了，我对不住你亲爹亲妈。妈，我说呀，这电话和地址啊你都说清楚了。行了，这事我会办好。那孩子他石老爷，六九，六九，大哥，六九，九浪啊，九九，别别别，来来来来来，坐这儿来，坐这儿来，我才不租呢，你怎么来的呀？我是坐火车来的，一查票，他们就把我轰下去，我就等着下一趟车再上来。六九啊，刚才你是不是在唐人厅门口来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是啊，老啊，你可别给我说出去。哎哎，要说出去，我就不能救我妈了。救你妈？救你妈？救我妈？我妈是好人。我知道监狱在哪儿。朝廷西边，自新路。姥姥，我攒了这串钥匙，就是为了救我妈的。好孩子，别胡说八道的。哎呦，你瞅这孩子这头汗呐，他虚呀、啊！快沏碗糖水去。哎，六九啊，来上十爷这儿来啊！快点快点，上十爷这儿来！快点，这大老远来的，哎呀不易呀、啊！刘嫂，刘嫂，哎呦，许六，哎，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。娘，哎，你快点。爸爸来了，妮儿，你快叫爸爸啊！妮儿，你哪怕骂爸爸两声呢，别不理爸爸呀。爸爸是窝囊，对不起你，可我心里头啊。您又是偷着来的。哎，你要结婚，爸爸给你买了几双袜子。爸爸愿意让你天天踩在脚底下，我这心里头啊，多少才踏实点。我听不了您这个。爸爸不是不惦记你啊，我看呢，他也有点后悔。嫂子，哎，我跟您商量个事儿。来，您坐着说。嫂子，哎，我想让小妮啊，把她那户口啊，迁到我那边去，先住几天。啊。你听我说呀，现在这街面上插队的不少的都办回来了，小妞要算我那头的人呢，他就成了独生子女，能办困退。我那边都疏通好了，您这边再给盖个窗就齐了。您呐，别打这个主意，我一天也不回去。妈，不许答应啊。
娘，净发小孩子脾气。嫂子，我想给您这边街面上上点供，可是我又不知道话怎么说。启亮，为了孩子们的事儿，我还真走了脑子了。可眼下这阵子，我实在是顾不过来了。就照你说的，先把小妮儿办回来，倒是个办法。哎哎，可有一样，咱们一分钱的供也不能上。哟，嫂子，那您这边街面上还能？嫂子，您看看谁来了？哎呦，这不是六哥吗？大兄弟，可有日子不见了。一会儿我搬走十八九年了。快，您快坐下。大兄弟，坐坐坐。您这是？我这是进城上访的。哦，火车站、天坛、马路牙子，四海为家呀。大兄弟，我说句话，您可别往心里头去。这眼下呢，我也是前景。可我有粮票，我能接济您。嫂子，啊，哎，那快点，嫂子，给你吴大叔拿点粮票来啊。好嘞。嫂子，我今儿不是为这个来的。那您是？小妮儿不是要结婚吗？啊啊，嫂子，吴妻给您道喜了。吴妻不能忘了嫂子。大兄弟，您可不能这么办。怎么？眼下您比我难，您跑遍九城去帮玉米花拉扯一群孩子，我这帮不上您，心里就够难受的了。您看，嫂子，你别难受，日久见人心呐。吴妻能活过来，全仗着看见了嫂子这片心，老街坊们这片心。这十来年，大伙儿的交情用金子也换不来呀。嫂子，你眼巴前是个大坎儿，别瞒我，留得哥在院里，咱们二妞又让他们给压着。嫂子，你要是不收下这个吴妻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哎，兄弟，嫂子，兄弟，嫂子，快起来，收下，收下呀！嗨，你就收下吧。二位兄弟，大哥，来，今儿晚上婶儿啊，都别走。全在我这儿，这些日子十的哥一肚子的话要找俩过心的人说说啊。十的哥，孩子们还都在胡同口干活呢，改天啊，改天我必来。那我就不留您了。六哥，大兄弟，六哥走。哎，屋去，屋去啊。哎，嫂子在家呢。哎，在哦，都听好了。奶奶留着您。刘婶儿。哎，凤珍。哎呦，说是六九回来了。王总，六九。哎呦，我宝贝儿，可把老祖想死喽。奶奶您坐着。老祖。这边。哎，这边。这孩子就是清明那阵吓着了，给他消消惊啊，消消惊就好了。哎呦，呼噜呼噜毛吓不着。呼噜呼噜，咱们小妮儿结婚了，您看，我这身份不同，正日子我就不来了啊！别来了，我呢就这么点意思，十块钱。不行，刘婶，小曹，您别驳我面子。您拿着这点钱，我心里多少踏实点。二妞妹妹的事儿，我帮不上忙，这心里我不知，老觉得对不住咱们老街坊们。知不知，小曹。
别这么说。六婶，一会儿他们要把二妞压这儿批斗来了。啊，真的？六婶，您要挺住了，您一定要挺住了。好，我先走了，有事儿您就言语声啊。凤珍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六九回来了。刘婶，一会儿街道上要在咱们院开个会，批斗反革命分子，你最好是让六九挪个地方啊。批斗反革命分子，孩子碍着奶奶的事儿了。我让你挪呢，自有挪的道理。我这么一说，你就那么一听，挪不挪，由您。哎，慢点，把门开开。刘婶，欢迎。来，这怎么话说的？这点事儿前面让我一个人全办了。谁呀？您慢点。开什么呢？是我老爷，家祥啊。这大爷，老爷，你怎么被抬回来了？医院里说呀，没有400块钱的押金，他们不给做手术。我说他是工人，不是有工分医疗吗？是啊。可医院里说，厂子那头找地方画去了，说他这不算工伤，连工资都不发呀。凭什么呀？是这么档子事儿，刘家祥的单位到街道上来过了，我们没添枝没加叶，以实求实的反映了情况。天安门事件那几天，刘家祥是一天没落，搁下饭碗就奔广场。这小九让他拐来个多少人闹事啊？就说刘婶您吧，你也没少往天安门跑吧？不错，他那个腿是地震时候砸折的，明说了吧，他那个腿要不折，照样抓起来。没钱不能治病，连工资都不发，你们还让不让人家活呀？新社会不会饿死一个人，你不还沾苍蝇拍呢吗？你们街道上早把我的苍蝇拍给掐了。不是又让你改锁扣眼了吗？你明明知道我的眼睛不好，偏偏这个时候给我换活。哦，你有困难，你不是还有粮票供着上访的人吃吗？二妞怎么？你给我回屋来。六哥啊，你就真在他的手里啊，不能给他递软话啊。大兄弟，我为了孩子不要脸了。妈，妈，刘奶奶，刘爷爷。是奶奶。英子，我听说批斗大会批斗的是我二姑。什么？英子是二妞啊？谁说的？满胡同都这么说吗？是呀，是这么回事。刚才小曹都跟我说了，他们明知道刘家祥躺在炕上，知道他姑娘今儿个要成亲，他偏上你跟前来逗他的孩子。这些个人心都不是肉长的。是呀，把我逼急了，我什么事儿我都干得出来。是呀，我真是没了主心骨了。待会儿他们就把二妞带来了，不能让二妞看见六九啊。三儿，睡三儿。是娘，赶紧的，咱把六九带那院去。哎，六九，走，咱们上那院去啊。钱的事儿啊，你甭上头，妈去操持去。师娘，您要干什么用不着你有大家伙儿吗？哎，我能干什么？六九，来，走了走了，跟老子上大院去了啊。走喽走喽，跟老子上大院去了啊。干脆咱把街门锁上，全走，给他来个工程计。嗨，那哪成啊。哎呦，你说老七兄弟，怎么着不成？他不让人过了。
师哥，哎哎，上我屋里，我有点事跟你商量商量。哎，小心不要急民注意了，提高广东的分子大会。对了，你俩我走了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多吓人了！大小事提了，还提高广东的分子大会。刘子，那天你跟我说。你有几个同学分的火葬场吗？啊，跟你过得着不？都是铁哥们儿。好小子，师爷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听妈话，不许掉眼泪。我记住了，妈六九了，你奶奶带走了。奶奶好吗？奶奶好。啊，坐这儿。妈，有句话你告诉六九，他妈妈不是反革命，让他别埋怨他爸。爸那么做也是没法儿。老街坊们，小井胡同的老街坊们，小井胡同的老街坊们，刘家祥的腿砸折了，他们不给他治。刘家祥的姑娘悼念咱们周总理，他们把他逮起来了。刘家两口子一辈子没干过对不起人的事儿啊，大家伙伸把手帮刘家迈过这坎儿去吧。怎么没有人圆声啊？这院楼没有人呐，你是谁家媳妇儿？你给了这么些个钱，你心眼好，日后好报。我替刘家祥，替刘家一家子，谢谢你了，婶娘。进来，进来。冯振，妈知道你脸皮薄。可我害怕，我怕咱们家祥的腿。师娘，您别这样，您这样大伙的心里可都折了个了。不对，不对，嫂子，哎，他就
先递给我，你递给我，走，咱们走。妈妈好好看看，妈，你的眼镜判作验的时候得使。好孩子，听妈妈话，不能那样。来，六九，跟三爷走，咱们上内院去，三爷还给你念小人书呢。啊，听话。妈，啊，走吧。是火葬场的拉尸车，王茂德住哪屋啊？谁叫王茂德呀？我叫王茂德，什么事儿啊？你给火葬场打的电话？我们家没死人，我往火葬场打的你们的电话呀？你媳妇儿周秋月在哪儿呢？我就是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就是，哎，怎么要站起来了？上车吧。我没死，我上什么车呀？没死人，你们打电话要车？哎，少废话，你叫周秋月不是？啊，就是。妈的，就是你，上车。少啰嗦，死活拉走。哎，我说同志，我确实没打电话呀。不可能，你看门牌号数、性别、姓名都对。跟火葬场开玩笑？对，没门。这车没跑过空趟，工钱油钱哪出？是啊，多少正经死者拉不过来，你们这拿人耍着玩，别管他活的死的，拉走一个。我主任，要不咱们这么办，该多少钱我们出，我们出钱行吗？你们几位受累了，出钱不拉你们的人，收你们的钱，这叫为人民服务吗？那您说这事，有话跟头说去。哎，上车啊。对，我是说你们领导去，平白无故你们拉什么？早就听说过你在这一片顶吧，我告诉你，逢年过节就来拉你，哥几个拉了走。干什么呀？你们拉我倒霉的倒在你身上了，这些年我算看透你了，你把老街坊都给我得罪了，拉走吧，拉走，我不要，我不管了，走吧，你还没离婚呢。小姐儿真出了高人了啊！你说这咱们怎么想不出来呢？把他扔在防盗上。哎呦！谁干的？给我站出来！哼！一晃又是四年，人家说北京城有五脏六腑、七十二经络。我们这条小胡同啊，嘿，就够得上一根细筋、一截小拇指头。三中全会一开，小井居委会要改选了。名不见经传的小井，简直像个二婚的大老爷们儿。他又一次沉浸在醉人的眩晕和喜庆之中。过去的酸甜苦辣，毕竟成了过去。石头瓦块，潮了垃圾的，也说不清是什么。您看这地下多窄吧？摸来摸去。板筋啊！板筋砖给我抬出来，少抬点儿。来了，三爷。越来越顺着这条道，用小汤子。到哪儿啊？哎，垃圾也得开着路，往前走。三爷。爸，牛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他呀，没准儿高兴了，他敢连轴转，退休了，还不如不退休呢。
说，我妈给他买张月票，让他早起上天坛遛个弯去。看看倒好，转眼就没人了。大爷，我把他户口给他迁到厂子去。厂子，厂子比胡同都要紧。今儿什么日子可是？小井居委会改选呢、啊，这么大个事儿不在家盯着，等人家呀把那点全都划了走了，就傻眼了。九寸五，冷眼一瞅啊，他妈人似的。您别冷眼瞅啊，细瞅瞅。你小子跟我翻贫不是？滚！滚！你没看见你石爷爷正烦着呢？哎，咱大爷，这段书您听了没有啊？这朝里要是出了奸臣呐，就是再有能耐的人也施政不开。嘿，您说他岳飞岳鹏举，就凭着他那杆枪，他们听了这段书心里堵得慌。嘿，我跟您说呀，到什么年头，这奸臣当道也好不了。您甭说这么大个国家了，咱们这小姐小不小？四人帮的这小媳妇折腾的，您看看啊！干嘛四人帮那阵儿啊？眼下又把人家怎么着了？那小媳妇儿不还是小媳妇儿吗？这还没怎么着呢。可有人呐，就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喽！哎呀，哎呦，刘啊，干什么？刘大哥，凑着忙啊！哎，忙，我忙着厉害。我跟这待业青年弄这么个修理点儿，合着我是上管方针计划，下管采购勤杂，这么的也好，省得把我闲出毛病来。哎，对对对，您可别闲出毛病来啊！哎。大苏心呢、啊、我说，哎，我还有什么不苏心的？你说啊，孩子也办回来了，这桂英也复婚了，还说我这工资给我补了。咱们出口就是自由市场，想吃什么有什么，我还有什么？我说小井胡同的事儿你就大撒巴掌了。嗯，什么事儿啊？刘大哥，大意失荆州啊。合着你是怕咱们小井改选缩回去是不是？你给我坐着。哎，坐着真可以的。哎，你跟我们比，你说，你说今儿晚上的选举，他这个能给糊弄下去不？这叫民主选举，选谁是谁，那选完了不算拿大伙闹着玩，那叫什么民主？刘大哥，我截你一句，他这事儿难说。您说那民意测验搞了好几天了啊，这选票嘛他也发了，那上头怎么不给回话呢？哎，我再问您一句，就凭他刘嫂，谁敢担保能选得上啊？有那么一说没有？他三大爷，他您要非这么说，那家乡也不能跟那升台，这没选呢呗，心里头总归是个事儿吧。哎，这不急了，他是怕咱们小姐改选缩回去。我跟你这么说得了，在这个问题上咱们政府心里头要没数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弯道那不就是白走了？也不是，这叫吃一堑得长一智啊。牛子，牛子，我大牛子来帮爸爸一把吧。好家伙，我上我上你爸爸去了。这个台行啊，
得用蛤蟆夯。您瞧，您给接个这玩意儿，什么夯东西样杂？我早就瞧出来了。不是你呀，瞧不起我这当爸爸的。我敢瞧不起您？这小子还，瞧你穿这身衣裳啊，这像干活的吗？跟您似的，整天一身屎黄。屎黄怎么了？劳改农场发的，看了好几年了。我让您到处嚷嚷，陈秋玲，那我哪都好样的。半吊子，回家换衣去。嘿嘿嘿，趁着天还没黑，赶紧把那地基给我砸出来。这人都请好了，这地基不砸瓷实，别人房怎么盖啊？盖出来猴铃铛，那山墙下颤。您跟我话什么呀？这是三爷爷教育教育你。真是，咱们给人干活不能糊弄。你知道这是给谁盖的房不知道啊？吴爷爷，哎，赶紧给他盖起来，这一搬迁不就给他弄套单元呢？吴爷爷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咱们这小房啊要吹吹。谁说的？那区外委会不是有小媳妇一侄子吗？他到那儿给咱们捅了。你说多混账！你甭管他捅不捅，咱们照样盖。你说回家换衣裳去。你不是让我弄这件事，让我瞧不惯。这不让你说这，你打人了。哎呀，我这刘大，哎呀，看刘大婶，来来来，您给来点热乎的。我说您这大主任什么时候升堂啊？这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哎，我说二妞他妈，您听了没有？你这主任要是真升了堂，哎，头一道官司呢，就是无期，无期的户口，无期的房。三哥，我这心里头还真有点犯怵。哎呦，嫂子，您可不能打退堂鼓啊！这好容易啊，大伙儿有这么点盼，您再一喊我，他这事儿就不。石大哥，不瞒您说，为这档子事儿，我还真走了脑子了。哦，您别瞧居委会这个衙门比那芥菜籽儿都小，可他一手托着百件儿。老街坊们这么信得过我，我不能把大伙儿的事儿办砸喽啊！再者说了，那小媳妇儿上上下下都有人。哎，这是那根儿小环子给您戳着啊！你别说个街道居委会主任了，他就让我上联合国，今晚上告诉明早上我就赶走，你信不信？我说你还有正经的没有啊？啊，这小媳妇儿的气您还没受够吗？哎，我说给，等您一进了金銮殿，头一道买卖，先把小兔崽子给收拾了，又要为民除害，你干不干？哎呀，他是个挺明白的主。哎，是是，哎，你说眼下多少事儿卡在那个小媳妇儿手里头了？嗯，多少事儿卡在那个居委会那个手戳上了？嗯，无期，一天四趟上房站。你不是不知道啊，啊，文件下来了，一家子四口，他不给人家上户口，你凭什么不给人家报户口啊？啥的是这？人家还住在我那小房里头，那是咱们家的厨房，他能住人吗？你穿什么呀？你怎么不是说？我不是不想干。这些日子一见着吴德哥，我这心里就搁不下。这点权不在咱们手里头，老街坊们受了多少气呀、啊！那居委会的官印呢、啊，快成他们家手戳了。那大事小事，他都跟咱们作对呀、啊。不是，这您就说我那间南房啊啊，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啊，哎，他愣在那造出个红衣杠。行、啊，你眼下生孩子要个指标啊，哎，分个那个炉子票舞的，哎，他都看人下菜碟儿啊。对，哎，我说嫂子，你还真得石大哥给你鞠个躬不成吗？我说别介，哎呦，石大哥，您可别介。行，我听你们的劝，到晚上开会再说。哎呦，爷们儿，这是要登记去吧？哎，我说你这身行头不赖啊。哎，曾福啊，登完了记就把那彩色电视机买回来啊。二叔，啊，这么就行吗？万一要让人知道，非跟我吹了不可。怎么了，曾福啊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人说了啊，有房就结婚，啊，没房就吹。我婶妈跟人说的满是瞎话，告诉说今晚小姐一改选，做刘婶一登基，那房子就能落实。那落实得了吗？
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？现在这姑娘说蹬你就蹬你，这蹬你个失蹬服还不像那个破铁壶啊？你都34了，这个再吹了，我不活着了，我也活不了了。行了行了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瞒得过初一，还瞒得过十五啊？可咱的房子，他那红衣站再不疼我就翘了头了。曾福啊，曾福，你听我的啊，你登记去。我看过不了两天，小媳妇就得把房给咱们倒出来。我说真话，你还这边这边往哪儿跑？哎，留神，留神我的车，我过来。去吧，这老哥几个都在这儿啊。今儿怎么说呀？今儿怎么着？哎呀，今儿啊，我算没白跑，我把根儿给头清出了。哎，快着快着，好头，喝头，喝头。哎，怎么说？我那个材料啊，上访站已经批给了市里。嗯，市里呢，已然通过区里呀、啊，批给了派出所。嗯东西现在就在派出所。按手续啊，派出所呢再送到居委会，由居委会呢出个旁证材料，然后一层一层盖上章，发回青龙县就办准签证。真没白费，不易不易，哎，不易。得，我呀这就奔派出所。怎么着，这就去呀？大牛子，给爷这两瓶酒拿进去。哎，我谢啊。您一吃口东西，明儿再去不行吗？明儿过了今儿就悬呐。这上访站说了，那遣返人员的户口截止到这个月底。哦，那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我看你带个人去好啊。哎，带个人好。刘大哥，今儿啊，我把户口上上，我请客，咱们老哥几个好好的喝几支啊。哎，办正事去。怎么变样？师嫂，哎，当初我真不该。哎呦，大妹妹，我这人啊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哎，看这个，想想那功夫，咱们干嘛你咬我，我咬你的呢？哎，这可都怨我呀，哎、都怨我。别说错了，这也说不清怨谁。这些年呐、啊，就像做了一场梦，觉得这浑身上下乏透了。哎，行啊，刘嫂，我想我们家小妮儿了。哎呀，我忘了，吓一跳呀。妮儿，妈，对不起你。这些年我老想来看你，可是今儿个当着大伙的面你叫我一声，罪过当当的叫我一声妈，我就是死了也闭上眼了。妈，哎，接过去了，接过去，接过去。吃的，咱们包顿饺子。哎，包饺子，包得了我就吃去。这怎么样？啊，这回这怎么样？西神儿，
哎呦，小环子，哎，我说大作家，哎，这落实政策你补了多少钱呢？哎，我给你算了算，这数打不住吧？也娶媳妇儿吧？那么早知有今儿，给当初我也当右派。哎，我说你这话说的，小环子，小环子，哎，我说小环子，哎，最近干什么呢？哎，搂走我那车。新长征路上的个体户卖两本儿，哎哎哎，您忙着忙着忙着，您忙，哎，我说我留在这儿去，怎么样，姐？咱们也不是包子怎么样？包子，哎，我这这边就是从这边过来，哎，啊，对，走啊走啊。二叔啊，哎。我跟老街坊们都说好了，嗯，待会儿你就把那油给大伙都分分啊。行了，打指令。这回这乡友啊，他逞筛可是差点劲儿啊，要是不醒呢，你都落个价卖了啊。甭落价，我也能给你打发出去。二叔啊，今儿个居委会改选，嗯，我想借帮您卖油这茬口，试试我说话还算不算数。哦，行了行了，我都去了啊。哎，军岗的爷呀，小环子，你怎么又跑这儿来了？那市场管委会不是给你划片了？拉屎去了，去这儿路过。你呀，你老有辙。你检查身体没有？检查身体，检查身体那得抽血，就我这模样再抽两罐子血不成瘪臭了。你给我回去，回去。静悄悄。刘大叔，刘大叔，谁呀？哎呦，刘大叔，您这是八五七盖的房吧？那是，那就是老街坊们都搭把手吧。照理说呢，接了街坊的有困难，大伙儿都该搭把手。是，这两天我没空，哦，忘了通知您了。哦，上边规定从昨儿起再盖小房违法。哦，这地基得填上。这还不容易吗？填比挖那不省事吗？您什么时候把无期的房倒出来，咱们立马就让他们停工。再有呢，您那个防震棚正好堵着防空洞的洞口，咱们武器厂打算把防空洞改成仓库，您那个棚也得扒。那我得跟您请示请示，我住的那两间房是不是也得扒？刘大叔啊，您可真是个爱乐的主啊。哎，刘大哥，三哥，我们户口又悬了。派出所怎么审的？派出所说呀，我那个材料啊早就送到居委会了啊，这一直压在小媳妇手里啊。四年了，溜溜四年了。你瞅你啊，哎呀，你瞅这个，哎呀，他呀没办法，腻让你买油啊就得去买，咱不买咱得不起。我说要干嘛去这是？主任一个本家弄买桶香油，这自由市场没卖出去，让老街坊们分分了。嗨，那好香油能卖不出去吗？指不定兑了多少米汤了呢。没兑多少啊。哦，刚才我买了一瓶，闻着挺香的，像是小磨上的。师嫂您瞅瞅，这是您买的香油，一颗烟的功夫分成了好几层。你们怎么那么怕？嫂子话不是那么说呀，咱连彩色电视机都买得起，还在乎这俩钱儿啊？买了呀，把它倒到沟眼里，咱免气呀。哎，我们增福都34了，眼看就要结婚了，咱有个大事小情的，不还得求着人家吗？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他要是下了嫁，咱何至于呀？这小姑奶奶比皇上他妈都厉害呀，可不是吗？这十来年呢，每到逢年过节，他必得上咱们家查户口啊。他能查出什么呀？是啊，重新给你添堵啊。胡正辉，你要买了他的油，我就把
那电视机砸了，你信不信？我这不是卖灯符吗？你可真是的，你们这些啊，哥。哎呀，你买他的油干什么呢？这加去吧，这干什么？你买他的油干什么？你加，我走，走，走，孩子，我去问问。哎呦，嫂子，别，这不正赶上居委会改选这节骨眼儿，你说你惹他干嘛呀？改选不改选，碰上该管的事儿也得管。嫂子，刘奶奶，咱惹我跟您的气人。哎。那不冤的头吗？那不是。你说你不买油，咱的房怎么跟人？行了行了，别过多了。主任，主任，主任呐、啊，主任，那油啊，我买了。主任，您瞅。我们曾福啊都34了，这眼看就要结婚了，您看我们的房您什么时候给腾啊？哎呀，没有房拿什么腾啊？哎呦，那红一站不是占着我们的南房了吗？不是听说你们要把锁撬了，这事儿可得经法院。哟，那可是气话呀，这说撬可没撬啊。跟你们说过多少回，国家有困难，那四人帮破坏了10年，一时半会儿都解决。可我们也有困难。再者说呢，我这个主任也是有今儿没明儿的了。哎呦，那哪能啊，这没功劳还有苦劳呢。哎，再选也得是您呐！啊，师婶，来来来来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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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哦，师婶啊，哎，您可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哎，这眼光啊，可不能只看二指远。您说，那民主啊是得讲啊，可他不能没边没样啊！你照眼下这么弄下去，那还不乱套啊？您瞅我们的房，使牲口还得拴个嚼子呢，别说这么大个国家了，政府一时糊涂又了点儿，政府不能一辈子糊涂又一辈子，早晚还得抓阶级斗争。你就说马德清的儿子七婶吧，他上蹿下跳，说咱们小景是假典型。哼，我看呐，右派帽子还得给他戴上。哎呦，那师婶儿长住了眼，硬把子还得叫个大姐。大姐，大姐，这香油啊，我再也不跟这儿卖了。这你们呢，就把我当个屁给我放了都算了。你可真有道行啊！坐在家里头就把假油都卖出去。是啊，谁花你15？哎，是吧是吧？你看咱们这个呀，他也都不是外人儿。这要是论起来呀，你们周主任还跟我叫二少呢。那刚才是不是啊？态度不好，30。哎呀，你这干什么呀？你们这都是哎打指令，你给说啊？好，小景这卖假油的。啊，我当初卖假药的时候还没你呢，走，拿钱去，别废话啊！走走走，师傅，瞧这事儿，拿钱去，你再叫，你再叫，说你话，你干什么？你什么？刘婶，这为了改选的事儿，您可真下功夫了，怪不得小景上上下下的人都看着你们刘家的眼神行事呢，你可真会收买人心呢。小景老街坊们的心，不是什么东西能买下来的。这些年咱们胡同的大小事儿他们都亲眼看见了，四人帮那阵子你领着红卫兵抄家打人，你气死了马德清，轰走了吴七，到今儿个你还卡着吴七的户口，连个旁证材料都不出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？就是你哥，我那个户口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你明说了吧。你的户口？嗯，你的户口在青龙县，我小景319户没有你吴七这一户吗？我的户口是你们给迁走的，你们得给我上上。你的事儿归上访接待站管。上访站1个月前就批给了派出所，派出所让你们出个旁证材料啊，可是他到今儿也不给出我了。那你别着急，旁证材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吗？这是。我说小周同志，这
这么着吧，等有空我们再研究研究，真要是大伙都同意呢，下个月初我一嘱给你报上啊。下月月初遣返人员户口截止到这月月底，你对我无期是赶尽杀绝呀，我跟你明说了吧，我无期跟你豁出去了，大不了我回青蒙县，有我无期在北京一天，你就别想踏实了。哈，无期，你可真行啊，你看看你那个样，一脸的旧社会。你，我明说了吧，只要我这个主任一天不下架，我就一天不能放一个旧警察进北京。我他妈配死你我！不行不行不行，三哥，我跟你掐住手！放下！您沉住了气，你怎么跟他一般气？您在我这儿，钱不够了，我让三哥去，他饿不着您。听嫂子，您再忍几天。几天，嫂子，我一天我也忍不了了，我这就上法院告你。告去，我接着你。法院也得先上我这居委会来调查，那可是上边用红笔画了圈的。哦，凡是画了圈的就不能动了，凡是文化大革命定了就不能动啊。这您这话我听着有点耳熟啊，咱们什么事儿咱们也得搁老百姓里边试吧试，合适了咱们用，不合适他就得改。您看这过去这墙上老贴着一什么什么斗争为纲，弄得这老街坊们整天不正经过日子，净出乐子，您不得改呀、啊、刘家祥，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你都敢反呢？你胆子也太大点了，你看这是。对，你别怕，你甭害怕，你甭吓唬人啊！你那是蒙事行，你。无期的问题，我是按政策办的，我好赖还挂个主任的名儿，我就不信你们刘家能养活无期一辈子。我是不能养活无期一辈子，可小景居委会、政府也不能让你把这一辈子。我就不信，政府不听大伙儿的，我就不信你还能一手遮天。刘凤珍，刘家祥，我也明说了吧，政府一时糊涂又了点儿，政府不能一辈子糊涂又一辈子，早晚还得抓阶级斗争。小井胡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事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说不能是真的。哎呀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老舅们，我现在宣布小井胡同居委会民主选举开始。大家鼓掌吧。行好了，好，来投吧。